连环炮。你今天来了一位稀客，你今天这种介绍法就不对了。怎么讲？那亲爱的李白，来欢迎蓝心湄。哟，谢。对，接着这就标准了。来，你演来一下。我不行了，我只会他那个。再问一个，给你来，来蓝心湄。哎呦，老师好。哎呀呀，老师就是不一样。哎你说转型到底转什么型？第一个唱腔改变了，第二个然后就是希望我有女孩子的样子出现。哦，你现在开始转的型是不跳舞了，还是跳？跳还是跳？还是跳？那你说你要变得女人味一点，难道你跳叶子妹型的？不是比较 sexy。sexy， 好有 sexy， 那你会变成什么样的舞蹈？大概一点，看就知道了嘛。打给波爷唱片，来接头。但是今天呢，最主要是要怀念以前的那个感觉。Disco 舞曲 ，Disco 节奏的歌。嗯，找一些比较摇滚的感觉的。好啊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接着来。第一个先比较轻快的 Disco 上紧发条。上紧发条。雪白的翅膀舞动旋律节奏，飞呀它不停留，飞向你，飞向我，阳光多温柔，像大海微笑。感觉并不寻常，对你的感觉也不一样，不知想了多少话都在我的心里藏，就是不知从哪里来讲，想要说又不知怎样形容最适当，总言之一句话，我说不一样那就是不一样。来心湄，来心湄，高了高了 Go Disco Dance，让我躲在黑夜里。
来来，刚才那个Go 来踢一下。One two three go go！ 啊，你来你来来，冰冰拿，哎，滚进那个了。Go！ 来我来我哪可以这样？老师老师。Five six seven eight go！ 哎呦哎呦，而且他好屁股，你看，怪不得他那么快，因为他脚短呐。啊，你的腿好长哦。我也短了，我也要当龟。现在要请来看我们的单元，知道什么单元吗？捧夫子与大菜头。